一直很想知道，一颗人都值多少银两？十两银子。先帝送你来血滴子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会有今天吗？没有血滴子，就没有。血滴子是见不了光的鬼魂，有魔火中的见不得。下线杂种也不相信我，我只信我兄弟。兄弟，天告诉我，我将要死。如果死的人是你，那我的命会不会变呢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和我的命都不是自己的，是皇上的。皇上要大炮干嘛？你有血滴子不是已经够了吗？朕不想任何人看见我们大清不见光的。皇上的盛世里面不能有污点。是朝廷让我们做的血滴子。你也是污点奴才。无路可走的人我救，从我进血滴子，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